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菠萝上传给大家更新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奥特曼核弹系列六六二省第二弹当中的乌鲁特拉曼，乌鲁特拉曼 Tiga 的介绍。也是终于给大家带来第二弹的介绍了。第一弹完结之后，我们把第二弹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视频。好，视频开始，这个摄像头稍微的挪一下。这边迪迦下一期呢给大家带来雷欧啊。迪迦呢，它这个合作的峰会呢是采用了这种紫色的峰会，非常好看。这边万代2015年没有 Made in China 万代的标志 No.7， 这是日版，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牛皮膏药，非常不错，一览无余的这个配件以及造型，同系列的泰罗雷欧版马格曼星人。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打开，变天机放射光明，这主题曲是百听不厌啊。配件我们来先拿出主体，注定在这一起听风的声音，好好的热血在悲伤，还吃了灿烂的心。哇，其实第二代有个通病啊，等一下来跟大家说。来，我们来把这个摄像头稍微的提低一点。好 ，OK， 没有问题。看到这一款迪迦的66，因为这个是我玩了很久嘛，所以这边特别松的一个情况就是手臂这边啊，看得非常明显。第二弹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这个，然后它的涂装方面的确是比第一弹好了很多，特别是这个头雕采用了一个这个类似于电镀的一个涂装啊，银色涂装非常好看。然后身体的这些分色部分，不愧是迪迦啊，透色也很少。大家看到腿的话基本上都有上色，背后都有，头雕方面从背后也可以看到有涂装，这边都有刻画，但是这边有一点透色，也